职守门员。日本那种打球环境跟台湾有什么不一样？球员的喊声比较嗨。你们都怎么喊？你们可以喊一下吗？炸裂五六一，一起炸裂五六一。这个是拉拉队看太多，我帅。妈妈不是球球，我耶！6点，超级总动员就在悠悠 TV。